面包店的大卖场，啊，哪怪他这一点？哎，你真的是宅男呢，你唔知这间叫咩呀？我捌伫个分店买过物件。你捌买过？捌啦，买过老产品嘞。好食吗？大顺顺，咱哦上这葡萄汤，咱们看头家到底什么人，顺便看当我阿看下，互你食哦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来恁上来。哎，你要请。哦，哎呀，你叫人维斯诶，你叫，对啊，我叫这花生汤啊。啊，你家咧维斯？无啦，我做内档诶啊。你头家？我头家啊。你店看起来无讲，种状况袂歹啦。袂啦。面包店我都做甲安尼。其实阮除了讲做面包了，佫有做出阮全台湾第一座的内档，同好食的。人气到底是啥款？哦，这个人气栽培，阮是第一名，冠军呢。我冠军咧无臭屁诶！你莫甲水鸡共款咧，袂，我这真正有数据诶，是冠军排行榜冠军的。我是人证，我是人证啊！无我从你来，我来哪栋工厂，看我做哪栋，我咧看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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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边是卡夫，卡的好好好呀。无啦，我艰苦的小孩咧。啊，你艰苦？艰苦的小孩。你别讲吼，为着咧拼一下地位。啊！家己开钱，请会煞临时工啊，请会煞临时演员，伫遐家己做场面。其实志伟，你无了解，即拢阮真正员工，阮即个员工全部拢是你做内档。做阵内档有法多请啊侪人，爱相信哦，你的物件应该是真正是有实力。对啊，我咧用真材实料啊，所以讲志伟，阮即下要做内档，我做互你看。嗯，啊，你遐拉拉，你啥啥？即个是奶油。奶油，啊，奶油，大部分奶油唔少包块的话，你。我这个包装化的，过来咱加上鲜奶，哦，这鲜奶，哎，有鲜奶，纯鲜奶，哦，是，哦，我这边会来一个，很大会的对吧？对，没有加任何的滴水，然后再加一个，对加，买鲜奶油，鲜奶油，对，啊，你会不会要装到每套会搭？所以讲，爱一直搭，一直搭，对啊，基本上咱咧一个煮，咱这个奶油融化了，我们就加入细砂糖。那个我你大包就无安尼好啦，我来啦，我咧参务。好，拿个进来。烧啊，烧啊。OK， 是啦，你无拿就马上交进来。靠他，靠他。还是你大棍啊？无拿加盘。嗯，加盘。我叫啦吼，来叫啦，帮你拿，你拿，你拿。爱拿好耍，你不？爱拿较紧的，四围都爱拿，中间旁边放，旁边中间安尼，这个口令，中间旁边，旁边中间安尼。对。大哥。看你有啥无灵无？对个。中间带看到我做，啊！你即马在跳舞哟？不然咱即马要大棍啦吼！起码吼！咱即马大棍啦，咱快进掉！快进啦吼！不搞笑啦！快进唔掉，咱加这个。这是啥物？玉米粉。玉米粉。来，加玉米粉来啊！郭倩、志伟，爱哪较紧的哦？哪较紧的？来。哇！要拿过来哟！哇，小心小心！哎，几个人啊？像拢已经凝结啊！对，所以讲。你炒起来大家变，啊，因为你用玉米粉对不对？对，玉米粉勾芡的意思。哦，所以我加太白粉同款。哎，你有加太白粉无？太白粉无，我完全用玉米粉，因为太白粉我头下咧试过，我用做些淀粉类跟那个胶粉，哎，试过很多种，但是无这个效果。哦，纯粹就是玉米粉了，对不对？哎。哇，想袂到这奶冻真正是张大哥家己研发出来的。哎呦，歹势啦，拢怪我吼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当作一时吼老张卖瓜，自卖自夸嘞。志伟哥，人张大哥嘛有讲啊，做奶冻哦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。奶冻泡好了后哦，就爱先倒伫铁盘顶面，再去吹电风哦，放好凉啦。刷落来哦，就爱搁冰四点钟以上，让奶冻自然形成。变成 QQ， 才会当哦，摕来做后一步哦。张大哥，嘿，志伟，啊，奶冻不是做好啊？啊，我还是处理个奶冻啊，即摆过来吃呗。志伟，奶冻是阮这个产品的主要核心，无唔对。但是你有奶冻，嘛是要做好吃的蛋糕体啊。蛋糕体在我度排有奶冻啊。感情真好吃，好吃。真个好啊嘞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张大哥，过来，继续过来，过来，来，我即马给你搞蛋糕。好，赶快煮下煮。嘿，对对，煮下煮，爱煮好温。嘿，啊，这个啷过来啦？这沙拉油。沙拉油，沙拉油，对，嘛是赶快来拿对啊。嘿，小拿一个吼，北京的面包店啊，烘焙店，你拢用水，但是阮用最好。我即马给你搞蛋糕。好，赶快煮下煮。嘿，对对，煮下煮，爱煮好温。嘿，啊，这个啷过来啦？这沙拉油，沙拉油，沙拉油，对，嘛是赶快来拿对啊。嘿，小拿一个吼。
过来，对，咱甲咱的果汁，一般吼、喔，一般人北京的面包店啊、烘焙店，你拢用水，但是阮用先混最好的果汁，那原汁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讲伊个它的保湿性。哦，加汤，对，过来，鲜奶油，差不多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些倒在机器里面，热腾腾的，对。哎，过来，那种机器把它启动一下。啊，过来。哎，倒上我们的面粉。啊，这面粉，经理又，然后我们加入蛋黄。快蛋黄。最后啊，让经理啊。经理啊。哎，经理啊。融为一体啊，对啊。对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蛋黄的部分。嗯，对，安尼 ，OK。哇，好美呀！要不诶，佫有蛋白，这是蛋黄的部分尔、啊，所以讲无你想的较简单。啊，过来，咱就是把这个步骤，蛋黄甲倒去蛋白内底，啊，混合。这蛋白我都。对啊。漂亮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再加。有一点甜味，因为我们有加糖，但是我较无味，无爽，哎。啊，就使食。我感觉吃起来无两个，它没有味道，对哦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倒进去。对，手工落去拉吼，让大家来个混合，轻轻的搅拌。哇！哎，这个职业是有动作是厉害呀，厉害。所以讲，我一工吼爱打足侪桶的，因为嘛是会使用机械，但是机械它拌起来口感没有那么好。你真厉害的，你一手在拉，啊一手过在烫。对啊，好吧。哇！四位哥来。我的亲身体验，第一味道，拿什么推啊？我拿在手上，阿爹可以搅拌都。阿爹左手一直旋转，一直推。哇，把你旋转这么紧啊！没啦，阿你小弟他旋转阿紧啊。没有，我给你旋转啊。阿你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旋转然后我规向过来。不。就是咱平常先讲的。这个手感哦，在你内面哦，很有感觉的，其实你感受得到的，绵密的感觉，对。但我来试看它，你看我多肥无？你有法多啦，我多啦。你双手，是不是你有法多啦？安尼对不对？对。你赶紧撸啦！哎，稍微较慢一下，不会出出来哦。哎呀。志伟哥，好啊啦，莫阁算落去啊！啊，你袂记得拄只张大哥哦有交代。啊，若伤久做出来蛋糕皮哦，是会变作顶空空呢。到时阵哦，咱就吃袂到原本的好滋味啊。啊，对哦，歹势，拿一个伤欢喜，煞袂记哩啦。紧将只泡好的奶泡哦，送去烘。啊，若无哦，品质会变歹，就做袂出奶冻卷啊。好爽，这好甜。志伟，小静，哎，这是要泡草莓蛋冻啊？你拢甲食完？我用我，你看我好食。我看你两边都一直吃，你第一吃，过来，志伟再换你吃，你看好食。有啦。来，你干嘛？好啦，那还姐姐呢？妹来，你来。好啦，我现在都因为。阿皮的这草莓太好吃了，好吃啊！像你食阿公，甲拍手讲，足好吃，好吃啊！我大家感谢咱这美女，美女，这个就我内底师傅，好来，咱来，和我的奶冻，过来，手指头撑开来，两人四手，对，那你应该做，刚才做三条呢啊，不是四条，是刚好五个，对啊，张大哥，你可以看你们这边，好来，哦，我的姐姐，我了解。我一次拿四五个。哦。哇。一条比较难拿。对，因为它软啊，你要四五条撑得起。哦，一次四五条。不管是做好还是做歹，做来上重要就是赶紧找来试吃看卖嘞。这网络销售人气红不让的冠军奶冻是啥物滋味嘞？第一名就是咱的草莓。对，这我的招牌。再见。好。
食看卖啊！阮这草莓唔是讲一般的草莓，阮这是用迄个雪霸高山草莓的，因为伊的海拔较高，伊海拔高，但是伊生出来的草莓比较香甜可口，甜甜酸酸的，啊，做一些奶冻那个，哇，真的。好滑，所以讲，你的口中跟你吃西山温暖的感觉，西山温暖更加好，更加好啦，层次感就丰富了。而且你的奶冻吼，吃起来无像布丁，啊嘛无像奶酪啊，对啊，可是很实哎，很绵密哦。啊，这项就是咱第二名的吗？对，这咱用大家蚵啊，小心你吃看嘛，绝对好，你安尼一生难忘的好滋味。这蚵仔的皮有这么浓郁的鸡青团，对啊，蚵仔的青团，那皮有够香的，而且我吃比较鲜，蚵仔的颗粒，有，对吗？所以讲是真正真材实料，袂像有人讲提香料迄种蚵仔，阮这无，真的，阮这真正拢是天然的。然后张大哥，拄仔吼，即项我也无参与啊。啊，有说伊嘛唔耐冻，伊的名叫纯金巧克力。纯金巧克力，用金箔的。对啊，金箔啊，真材实料。所以讲，我这巧克力佫用澳洲进口的巧克力落去做。我无想要讲话啊，你继续讲，我要继续讲。我先讲啊，真的那么真的那么啦？真的好吃啊！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整个都甜蜜起来了。我现在巧克力真的很浓郁，很香醇。哦，真正就够好食的啦！不管是入口即化的奶冻，还是香浓可口的巧克力蛋糕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让人吃一嘴，就会去爱上它哦。